Jackie 点解你又嚟公园啊？我被啲蚊咬到又红又肿痕啊！唔知咪寻日冇洗头啊，今日好夜蚊啊！有啲人特别容易惹蚊，定唔系因为佢身体唔干净，某程度上系同佢身体血液积聚有关，所以被蚊咬咗之后就好似你咁又红又肿，仲好痕添，要一段时间先会好翻噶。吓、啊，咁有冇药可以食好佢噶？容易被蚊叮虫咬一般都唔系病，唔使食药噶。不过如果发现自己嘅热系好旺盛嘅话，好似成日周身庆、喉咙又红又痛，又或者成日生暗疮或者湿疹，就可以间中食下五味消毒饮。